Hello， 阿弥陀佛，大家好。阿弥陀佛，大家好，请大家要保持肃静哦。我们同修的，那五美弟子也知道，今天是我们啊师尊在西雅图最后同修，为肃静。可以给我还那还是那个？我给你圆的哈，我拿这个就好。好。位置是在哪？有一个麦克风，是在那边，就是那个大庆那边，不是有那个他们？对，大庆那边有那个，就是大庆那边，就是伟龙那个有麦克风，你可以拿起来的。嗯。什么纸啊？什么纸啊？我这里没有哎。很多贵宾名单呢，他们去哪？我这里没有。没有。他去哪了？
么宽给宽宽了，不让也给宽了。还有，我想问一下，今天晚上有新皈依的同门吗？有，哦，有，哦，好好，知道了，好，有，但是现在时间来不及了。Thank you.
现在才看了上一次那一个，真的有。有。哎呀，你为什么不是两个庙的一起的构图？对呀、啊，两个人现在啦。我刚跟他们讲的时候，你可以问一下我啊。请大家起立，恭敬合掌。恭请圣尊。师母是贵宾就坐，今晚是师尊去台湾弘法前的最后一次的同修，我想西雅图的弟子们现在的心情就像最近灰蒙蒙的天空一样，伴着无尽的雨丝，对师尊师母的不舍、啊、想念师尊师母。但是呢，现在好，我们依照往常的惯例，请第一次来或很久没有来参加同修的同门，请站起来自我介绍您的法号和来自的国家及道场。我们先从龙边开始，龙边的同门，如果你们要自我介绍的话，请站起来。师尊、师母、上师、法师啊，各位同修大家好。你来自台湾台中香华雷藏寺，就是啊，今天很有幸很也希望用非常虔诚的心恭迎师尊回去台湾。
弘法，谢谢。好，欢迎你们。啊，师尊、师母、各位上师、各位法师，啊，各位助教，啊，各位师兄师姐，大家晚安，大家好。啊，我是台湾金吉雷藏寺莲来，那么这一次佛骨。十分感恩。啊，这一次李碧燕师姐在印尼啊生病，那么一直到往生这段时间的承蒙我们大家长慈爱的师尊师母的关怀，以持续的加持以及最后的接引，那么弟子何家呢跟我的儿子慧言这一次专程飞到西雅图来向师尊致十二万分无尽的感恩。同时呢我要回赠啊所有的上师法师上上下下的所有同门以及十方各四堂同修会所有的同门对李师姐的爱戴，对她这段时间来的修法回向，对她无尽的祝福。那么在这边同时我向啊代表我的何家跟李师姐向所有的同门致上十二万分的谢意，谢谢你们。那这次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一起迎接师尊师母回台湾。那么我要最后祝福师尊佛体安康，长寿自在，不住涅槃，大转法轮，广度众生。祝福所有的同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一切吉祥平安。谢谢大家。好，谢谢。好，龙边还有要自我介绍的吗？请站起来哦。如果没有的话，虎边这边有要自我介绍的吗？请站起来，将麦克风传给他。师母。在座的上师法师助教所有的师姐师兄大家晚上好。我想今天这个时候是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也是最神圣的时刻，也是我很荣耀的时刻。因为我在上海的时候当然顺便介绍一下，我是自中国时间之后专程从纽约飞到了西雅图来皈依我们尊敬的师尊。那么我也希望，谢谢，谢谢，希望通过这个皈依能够让我内心更加纯净，更加善良，更加真诚，同时也可以跟着师尊的引领走向更好的未来。再一次感谢大家，再一次拜托大家，谢谢。恭喜你皈依真佛大家庭。好，谢谢。我们虎边这边还有要自我介绍的吗？请站起来哦。有吗？谁请站起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好，没有。好，
也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世界各地的众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贵宾、同门善信大德来参加同修。同修，南无莲华生大士本尊法开始，拍掌弹指，观想真佛宗传承。南无大日如来，南无佛眼佛母，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莲生活佛，观想世尊以诸佛菩萨放光加持，持上十心咒七遍 ：Om Guru 莲生悉地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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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莲生悉地 Hum。念清净咒及安土地真言 ：Om Sh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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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Ah Hum Soha Om Ah Hum Soha Om Ah Hum Soha。众弟子一心奉请，南无宏观赦免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宏观赦免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宏观赦免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中央毗卢遮那佛，南无东方阿处佛，南无西方阿弥陀佛，南无南方宝生佛，南无北方不空成就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药师佛，南无无极药师大地藏观准提佛母，金刚护法，空行诸天神众，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南无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Om 啊 Hum 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二拜诸菩萨。Om 啊 Hum。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诸护法经观三印是起手，大手印观想观布满虚空，上供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同修祖尊，南无莲华生大士，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空行，中共诸天圣灵下师六道众生。念供养赞吉咒，须弥四周并日月，化诸珍宝供养佛，种种珍奇诸功德，消业速速正菩提。Om Sarva Tathagata Yidamu Guru Nana Menjana Kan Niliye Dayami。 做是皈依观想，观想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一切诸佛法宝珍宝结合起来成为大白光，给自己灌顶。念四皈依咒：南无格鲁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格鲁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古鲁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做辟迦护身持金刚手菩萨真言七遍持咒 ：Om Bodhi Ranjali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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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dhi Ranjali。共念高王观世音真经一遍，
高往观世音真经，观世音菩萨，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佛国有缘，佛法相应，常乐我净，有缘佛法。南无摩诃婆耶波罗蜜是大神咒，南无摩诃婆耶波罗蜜是大明咒。三藏狮子游戏佛，报身佛，神通佛，药师琉璃光王佛，普光功德山王佛，善助功德宝王佛，过去积佛，未来显劫千佛，千五百佛，万五千佛，五百花生佛，拜以金刚藏佛，定光佛，六方六佛名号，东方宝光月殿月庙尊音王佛，南方树根花王佛，西方照晚神通焰花王佛，北方月殿清净佛，上方五树精进保守佛，下方善济月音王佛，无量诸佛，多宝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阿丘佛，弥陀佛，中央一切众生，在佛世界中者，行住于地上，即在虚空中，此由于一切众生，各令安稳修习，昼夜修持，心常求诵此经，能灭生死苦，消除诸毒害。南无大光明观世音，开明观世音菩萨，药上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虚空藏菩萨，地藏王菩萨，清凉宝山一湾菩萨，普光王如来化身菩萨，念念诵此经，七佛世尊，即说咒曰：尼婆尼婆得，求诃求诃得，陀罗尼得，尼诃那得，毗尼尼得，摩诃迦得，真宁前得，娑哈。尼婆尼婆得，求诃求诃得，陀罗尼得，尼诃那得。毗尼尼得摩诃迦得尊宁前得娑哈尼婆尼婆得求诃求诃得陀罗尼得尼诃那得毗尼尼迦得尼摩诃迦帝尊宁前帝娑哈尼婆尼婆帝求诃求诃帝陀罗尼帝尼诃那帝毗尼尼帝摩诃迦帝尊宁前帝娑哈尼婆尼婆帝求诃求诃帝陀罗尼帝尼诃那帝毗尼尼帝摩诃迦帝尊宁前帝娑哈。恭念七遍往生咒。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佛当波比。南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佛耨多罗，阿弥尼陀佛伽蓝多，阿弥尼陀佛伽蓝多，伽弥尼伽伽那，揭哆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佛耨多罗。阿弥尼陀比伽蓝帝，阿弥尼陀比伽蓝婆耶，阿弥陀伽尼尼伽伽那，揭哆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婆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佛耨多罗，阿弥尼陀佛比伽蓝帝，
Aminito Vijananda Gyanini Gyanana Jito Gyanin Sokha Namo Aminito Boye Dota Gyatoye Dode Yata Aminito Bobi Aminito Sattam Bobi Aminito Vijanante Aminito Vijananda Gyanini Gyanana Jito Gyanin Sokha。守节根本传承上师手印，观想根本传承上师三光加倍。此根本完成一百零。此咒。生息地红 ，Om Guru 连生息地红 ，Om Guru 连生息地红 ，Om Guru 连生息地红。Om Guru Lien Sheng Siddhi Ho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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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Lien Sheng Siddhi Hom Sheng Siddhi Hom Om Guru Om Sheng Siddhi Hom Om Guru L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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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ng Siddhi Hom
Om Guru Lien Sang Siddhi H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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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Guru Lien Sang Siddhi Hom.先观空，念观空咒。Om Sopawa Sutta Sarva Dharma Sopawa Sutto Hang. Om Sopawa Sutta Sarva Dharma Sopawa Sutto Hang. Om Sopawa Sutta Sarva Dharma Sopawa Sutto Hang. 观想一个蓝色的月轮。从铜色德山莲华光月亮宫处显现在虚空中，月轮中有一个红色的种子字谢字放粉红色光，观想谢字旋转化为莲华生大士戴宝冠身粉红色，右手持金刚杵，左腕夹着三叉杖，其左手托天灵盖，盖中圣宝及甘露，敷坐于莲华月轮之上。行者观想自己天心放一道白光，喉轮放一道红光，心轮放一道蓝光，三光至铜色德山莲华光月亮宫处，招请乌尽莲华生大士。观想莲华生大士全身放射百宝光明，百宝光明及甘露水成一弧形照灌行者，将行者一切罪业病苦魔吸光自在。持莲华生大士心咒108遍，持咒Om Ah Hum Beta Guru Pema Siddhi Hum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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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Ah Hum Beta Guru Pema Siddhi Hum Se.Om Ah Hum Beta Guru Pema Siddhi Hum Se. Om Ah Hum Beta Guru Pema Siddhi Hum Se. Om Ah Hum Beta Guru Pema Siddhi Hum Se. Om Ah Hum Beta Guru Pema Siddhi Hum Se.
Om Ah Hum Pecha Guru Pema Siddhi Hum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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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Hum Om Ah Pecha Guru Pema Siddhi Hum Se Om Ah Hu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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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cha Guru Pema Siddhi Hum Se
Om Ahom Beja Guru Bema Siddhi Hum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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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九劫佛风入三摩地
加持八大本尊心咒及念佛。Om Ami Devase Om Mani Padme Hum Om Panamo Nintolin Soha 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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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i Samaye Soha Om Jari Juri Junte Soha Om Jambara Chalun Chalaye Soha Om Ahom Beta Guru Bema Siddhi Hum Se Om Ahom Guru Bema Ahu Sasamaha Lien Sheng Siddhi Hum Deyata Om Bekhajaya Bekhajaya Maha Bekhajaya Raja Samo Khyadereya Soha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光念大救难咒二十一遍持咒他吃查查拉他吃鲁诺尼玛哈鲁诺尼阿拉摩拉多拉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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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吃查查나타츠루노니마하루노니아나모라도라소하타츠자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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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나타츠루노니마하루노니아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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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모라도라소하回向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请大家起念请佛注释起愿文具得妙善圣尊秘密主十方世界佛刹陈述佛大悲有情海会众菩萨护教金刚空行前顶礼世间三毒炽盛业漫漫身心摧折轮回苦无休圣尊明念降生度迷情三宝于是微光护群生人天福田所依金刚身受戒传法灌顶次西地佛子祈请注释转法轮利乐无量无尽众生界弟子众等愿以此同修功德回向祈愿圣尊
Veta Vemma Hom. Om Veta Vemma Hom. Om Veta Vemma Hom. Om Guru Rinpoche.一心祈请咕噜仁波切加持一会大众，一心祈请咕噜仁波切加持由民众等往生清净佛国，加持一会大众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逢凶化吉，道心坚固。祈请莲华生大士放八宝光明，加持一会大众业障消除，病业消除，增长福分，增长智慧，敬爱圆满，光明无量。一心祈请莲华生大士加持一会大众，让修行成就果位真上。一心敬礼莲华生大士，祈请加持修行成就，祈请加持精进成就，祈请加持禅定成就，祈请加持意成就。田螺神，在螺神，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让所祈求得到圆满，让一切怨敌退散。问。恭念三遍百字明咒。Om Bhaja Sato Samaya Manu Banaya Bhaja Sato Tenu Padicha Jezo Mepawa Soto Kaye Mepawa Sopo Kaye Mepawa Anurato Mepawa Sawa Siddhi Mepuraya Sa Sawa Siddham Siddhi Ran Guru HomKama Sathame Chittamu Siri Rahan Guru Hu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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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agavan Sam Bhajatavam Ya Sato Ham Hum
pe om peca sato samaya manu panaya peca sato tenu pati cha cecho me bawa soto kaye me bawa sopo kaye me bawa anu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Om 啊 ，Om 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二拜诸菩萨。Om 啊 ，Om 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三拜诸护法金刚。Om 啊 ，Om 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四一起受。念圆满咒。Om Brim Om Brim Om Brim Om Mani Padme Hum。 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根本传承上师加持同修圆满吉祥。现在我们有迎请师尊师母回台湾弘法的仪式，现在请台湾地区代表由中国真佛宗密教总会理事长莲欧上师、台湾雷藏寺代理住持莲泽上师、副住持莲斋上师、黄帝雷藏寺春莲教授师、金吉雷藏寺住持莲来讲师以及台湾地区的同门，请出列。请你跟自己谈。走。敬献哈达以表最崇高敬意。现在我们有请台湾地区代表中国真佛宗密教总会理事长莲欧上师致辞。先请大家恭敬合掌，顶礼根本传承上师及坛城三宝。师尊、师母、各位上师、各位师兄、各位师姐，大家晚上好。我们又来邀请、迎请师尊师母回到台湾弘法了。每年这个时节，西雅图红叶片片，落叶缤纷，冷雨凄风，
这就像每一位西雅图同门的心情，而对台湾以及广大东南亚地区的真佛宗弟子来说，此心情则是花开遍地，草木逢春，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我们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情前来，但是我们不敢高调，不敢明目张胆表露我，因他们说，哦，这次去西雅图迎接师尊，那你要告诉西雅图的同门跟法师，明年花开的时候，到底明年是什么花，才会把师尊师母送回西雅图。我想了很久，前两年说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去年我改为凤凰花开，那么明年当大家都有缘分，可非常感谢众上师、教授师、讲师同门，我们都是一家。现在我们有请西雅图雷藏寺副住持连杰上。如果这个像点点回忆，一一溃体，望着你们的背影，也要故作坚强，心酸微笑，仰起头，泪水就不会轻易的滑落。
等待呢已经成了西雅图弟子们的习惯，只要是在师尊师母的行囊里，我们会偷偷红叶枯枝惹离愁，真心一片伴秋霜，送诗千里终须别，莫忘归心要事件，西城人去楼萧瑟，落雪纷飞生思念，待得冬藏春风起，百花沾惹素枝头，早日回家复团聚，天这半年来的辛劳别忘了，师尊师母别忘了，我们的想念无边无际，只盼去去就回，谢谢大家。让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感谢莲杰上师代表西雅图弟子表达友衷的心声。师尊师母 I stand up。好，现在请大家一起虔诚恭敬合掌，恭请根本传承上师为与会大众做宝贵的法语开示。啊，敬礼传承祖师，敬礼了明和尚，敬礼沙迦正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敬礼图登达吉上师，敬礼坛城三宝，敬礼今天同修的本尊莲花生大师。啊，师母，各位上师、师助教、堂主，各位同门，还有网络上的同门，啊，今天我们仪会的贵宾是中华民国行政院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秘书长廖东洲大使夫人九弟师姐，中国中中委会会计师特丽莎师姐，中国中中委会法律顾问周慧芳律师，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灯节目制作人徐雅琪师姐，庄俊耀医师，林淑华医师，侨委会前副委员长谢胜华先生夫人，淑美，高敏禄师兄，加利福尼亚，哦，两位大妈，加利福尼亚。黄美娟医师，
阳光舞共团林一仙师姐、蔡美叶师姐，游绿间助教梁彦龙师兄，香港郑鼎新夫妇，你好，大家好。今天呢，这个听了这个两位上师的这个致辞，一个代表西雅图雷藏寺，一个代表台湾雷藏寺。那其实也不用讲的这个样子啊，其实台湾到西雅图也不够睡一觉啊，睡一个晚上，很快张开眼睛他就到了，也不是很远，反正你上了飞机啊，这个睡一觉，眼睛一张开啊，就到台湾了。那从台湾回来也是一样的，这个上了飞机睡一觉就到西雅图了，很容易的。现在这个距离也缩短了，虽然有时差，但是呢，这个一切都还是很好的你要到台湾来，一上飞机你就可以到了，你要到西雅图来，一上飞机也一样到了，所以也不用说什么离别依依啊这个看着天空啊，泪水不会掉下来没那么严重大家欢欢喜喜说不定呢，我们突然间想到师母，突然间想到西雅图了，那回来一下子这个没有可能，因为对这个我们自己的两个孙子会比较公平，一个这个孙女，她是911911，她的生日是911，每一次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在西雅图。对孙子，这个她的生日是4月23，每一次我们都在台湾。所以呢，这个孙女做生日，那我们都在他就感觉到非常幸福。那孙子做生日，就一块小的这个海绵蛋糕上面插一个蜡烛他们家人自己做生日，因为我们不在，每一次孙子老是看到只有这样子，觉得两边是不太公平的。那师母有时候会想说，哎，干脆我们飞回去跟孙子做一个生日。会在星期六晚上，这个台湾雷藏寺，那这护摩法会完了，晚上就坐飞机，就回来，然后礼拜天
然后在礼拜五的晚上又赶回到台湾，啊，没有人知道。那就没有什么问题啊。那今天呢，我们是修莲华生大士的法。那大士知道的，他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跟观世音菩萨合一的啊，就 也就是有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跟观世音菩萨三身合一的演化。那么他是在莲花里面出生的，所以叫做莲花生大士啊，莲花出生的大士，又叫海生金刚。因为他是在湖泊的当中的大莲花里面啊出生的，那没有父亲没有母亲，那是真正的莲花童子。那么他的这个传记非常的多啊，大家看了都知道，他曾经由印度应这个极富跟赤松德银发生很多，他也是非常伟大的啊，一个非常伟大的莲花童子。那么我们今天呢，再跟大家谈一下这个大圆满法。其实这一本大圆满法里面大部分都是莲花生大士所教的啊，所传的莲花生大士传的大圆满法。在人间呢，就是极喜金刚在人间第一个拥有大圆满传承的就是极喜金刚啊，第二位就是妙吉祥友啊，妙吉祥友。那第三位就是斯利辛哈，那么第四位就是莲华生大士，第五位也就是这个赤松德真王跟伊喜卓嘎啊，他的名妃。这个是莲花生大士教导，莲花生大士教导的，要证明悉达多太子所睹的东方明心正是自己的本性，这是不难的啊，并没有什么困难。因为悉达多太子一睹天心之前，在修持大圆满法之中，先生眼生智生意啊，出生他的慧眼，出生他的智慧，出生他的意念，由此生明生光生生慧，由这样子呢可以产生光明，然后产生光跟产生智慧。悉达多太子于是有了定心、清净心、无后心、无脑心、柔软心啊，这几个心都是出现。悉达多太子就是指的是释迦牟尼佛，指的就是释迦牟尼佛。他先有了定心啊，定下来的这个心。第二个有清净的心，
第三个有无后心，还有无恼心、柔软心。由于有了即定于心，如是清净，如是无后，如是无恼，如是柔软，这是无明如实而知，而无明即而无明灭。无明一灭，就是成道了，于是天心就出现了。好，讲这一段。这也是莲华生大师的指导。首先呢，定心，定心，这个定其实是蛮困难的，定很困难，因为几乎每一个人的心都是不定啊，每一个人的心，你要产生定力出来，才会有这个心才会定。那以前燃灯佛又叫做定光佛，燃灯佛又叫做定光佛，这个定才能够产生光，才能够产生智慧。像我们一般人啊，平时没有这个定力，根本很少有这个定力。然后有一个师姐曾经这样子讲过，这个男的比丘要禁得起诱惑，女的比丘要耐得住寂寞，这个就是定，这个就是定。那没有那个定力，你如果出家了也很容易凡俗啊，出了家也很容易凡俗。你看世间财色名食睡全部都是诱惑，那好像比丘尼啊，他们必须要有很大的定力才能够啊，作为一个比丘尼，他有很大的定力。男的要经得起诱惑，女的要守得住寂寞，这个才有资格出家，否则出家只是半吊子，只有一半一半。我讲一个笑话。母亲问儿子，你这一次约会相亲怎么样？可以说成功了一半。母亲问怎么说呢？儿子讲，我去了，但是他没有来。就是一半一半。所以出家如果没有定力，那只是一半。一半你是出家人，一半你是在家人，很简单。所以这个心啊，要完全定下来，那太不简单了。所以年纪大的比丘尼出家的相当多，为什么呢？因为年轻啊，他的心比较不浮，他已经能够沉淀啊，甚至于他知道他已经又老又愁了。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不能出家，出家人就是比较老
比丘尼就是比较老比较丑的，其实那一天大家化妆起来了，哇，每一个都是天仙美女，化妆起来的时候也是每一个人都是天仙美女。但是要这个心能够定，必须要他自己本身在修行定的功夫要非常的足够，要看透世间的一切，把财色名有办法你叫他吧，对不对？但是他也不肯，没有人肯，因为他毕竟还执着他陀华的美，至少是这个样子吧。啊，师尊如果戴假华起来的话，哎，你们看，至少也少了20岁。但是我觉得还是理掉头发比较好。很多人离开这个出布拉斯库啊，不管是在家的、出家的。啊，或者是上师啊，或者法师啊，也都有离开的。那离开不一定是这个法不好，什么原因离开呢？啊，既然是人事纠纷，他在那个环境里面觉得说他不被重视，甚至在那个环境里面呢，有人不喜欢他，所以他才离开，有人不喜欢他才离开，不适合这个环境，然后再离开这个宗派，不是因为这个法不好。但是事实上有一件事情跟大家讲，世界上最难搞的就是人事，就是人事。而且还讲了一句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那、啊、你经不起这个是非，一下子就把你攻倒，那你就离开宗派了。不是法不好，而是在人事上不能够圆融。一个团体也是一样，你人事跟人家不合的话，那你就会慢慢的疏远这个团体，一样的，在只要有人的地方，都是有一些是是非非的。啊，像师尊在西雅图的时候，哇，这八卦非常的多，我自己听都听不完。很不可能的八卦都会出来，明明是没有这种八卦，也会产生八卦，也会有这样。所以我有时候我会看到同门说，哎呀，原来你也是八卦祖师，他也讲八卦，这个也讲八卦，这一传哦，实在是不是怎么样子好听呢？师尊的八卦非常的多，在西雅图你看庙小八卦多，哎反而台湾雷藏寺我倒听不到什么八卦，因为只有这个 Saturday 啊，这个 Saturday 星期六我去做完护摩，做完护摩就回去了，就回家了。
我从来没有听到说台湾雷藏寺我有什么八卦，台湾雷藏寺没有，因为在这里生活加在一起，然后虽然但是你讲话稍微有一点不一样或者怎么样，师尊是有分寸的啊，师尊本身是有分寸。分寸，什么叫做分寸？这个分寸就是定力，就是定力，不会超过那个界限的，就是分寸，没有超过那个界限，是有分寸。反正人生就是一场戏啊，这个在演戏一样，在演戏一样。那八卦为什么会那么多呢？人少，人也不多，那就是因为相处嘛，相处的时间长，所以八卦才多，相处的时间短，就不会有。那人跟人之间呢，真的是，也就是，但是你我是很看得很开朗，看得很开了。你讲你的，我做我的。你怎么讲哦？讲这个讲那个，有些说不定也有真实的啦，也有一些真，有一些好像是说有一些行迹也有，但是很多都是捕风捉影，看到一个影子，啊，听到一个风声，啊，就传开了，这样，其实是没有的。啊，只要你这个定力没有产生出来，你觉得这个地方哇不适合居住，西雅图不适合居住，这么冷，还有一些东西传来传去，这么冷，人这么少，还是有东西传来传去，那听到我们也就算了，因为反正我半年在那边也没有八卦，回到这里来沾沾八卦也是好。在台湾就比较少，在这边这个讲来讲去就比较多。那有时候换环境哈，那个我常常跟大家讲啊，台湾的空气现在很不好，西雅图空气真的很好，真的很好的空气，这很清凉，很舒服，没有空气。台湾现在空气污染很严重，那希望佛菩萨保佑，让我们回到台湾的时候，不要接受这个污秽的这个空气的招待，啊，能够在我们回去的时候啊，把台湾的空气能够清除一些，那个让他们让空气清凉一点。谈这个定力真的是很难讲哈，啊，跟大家讲一个笑话。有一个房东陪着新来的房客参观屋子，房客讲，看来这就讲了，只有在啊，下雨天才漏水，对。物理课老师问学生：“闪电跟电两者有何差别？”这个学生回答：“
闪电是免费的，但是电是要缴费的。这个都是一半一半，一半一半啊，都是一半一半。我们晓得，当然屋子漏水，你会丧失你的定力。但是孔子的学生颜回啊，颜回就是颜子啊，颜回他很有定力的。屋子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他仍然弹他的古筝啊，还在弹他的古筝。屋子漏水也不影响他的心，这个是很伟大的。师尊有那么多的八卦，也不影响师尊的道心。有时候笑一笑就好了，有时候就讲几句，哪有这回事，哪里有这回事，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但是已经都传了好像有事，没有嘛。但是你要变也很难变，如何解释得清楚呢？不如不变。你看师尊的诽谤有多少，在网络上以前诽谤是不得了的，哇，爬山。你看吗，我坐在法座上还是谈笑风生啊，我一点沮丧都没有啊。这个就是定力。那定力是如何来的？很简单，你领悟了宇宙之间的道理之后，你就会有定力了。你没有领悟宇宙道理之前，没有开悟，绝对你不会有定力的。你悟已经悟透了，人家讲什么就是 go ahead， 随你讲吧，随你的意，随你怎么讲都可以，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差别被人家讲了也很高兴啊，难得师尊是大家眼中的啊焦点啊，是众生眼中的焦点。你如果不重要，人家才不会讲你，因为你重要，人家才会讲你。或者一个很平凡的人，谁会讲我们？对不对？而且很简单的，其实不重要，你也认为重要，其实在师尊的眼中，没有一件事是重要。这不重要，你就可以很坦然的过日子，都不重要。这个甲对乙讲，唠叨成性的王太太实在太不幸了。乙怎么了？她嗓子坏了吗？甲说不是，她的丈夫的耳朵聋了。所以耳朵聋了也有好处，你什么都听不见，人家的这个讲你什么你都不知道。所以眼睛看不见了也有好处，
要修行啊，要三个东西：嘴巴哑，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到。就印在你的心里的，扰乱你的心。耳朵听到了，也扰乱你的心。你眼睛看到了，耳朵听到了，嘴巴就唠叨个不停，就造了口业了，也很难修行。所以阿罗汉他有定心了，他要先杀六劫，要杀掉六个劫子，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就是阿罗汉的成就。他先把六劫全部杀了，眼睛盲了，耳朵听不到了，嘴巴也哑了，舌头也没有味觉，身体也没有触觉，意念呢也变成清净，这个就可以修正成了阿罗汉。阿罗汉是这样子修的，先杀六劫，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劫你杀了，你就成就阿罗汉。这个就是定，这个就是一个定字，定字。你一定出来了，你的清净心就有了，就清净了。我们常常讲，耳根清净，这个眼睛清净，眼不见为净。眼睛看不见，你就眼睛就清净了。耳朵，你耳，你身体不碰触，你的这个身就清净。你的意念不要去想，你的意念就清净。从定就可以产生清净。病人手术以后麻药醒过来，发现盲肠跟扁桃腺都没有了，医生很抱歉的讲，这个手是通过传播给大学生看的，切了盲肠以后得到了太多的掌声，不得不增加另一个新的手术。当然是没有这回事了，当然是没有这回事，哪里说人家鼓掌鼓了很多就赶快再动一个手术。清净心是怎么来的？就是你开悟了以后，你自然有清净心。开悟了以后自然有，不受影响。啊，哪一个弟子来了，哪一个弟子走了，你都是清净的。啊，皈依了多少人？不说讲你，西边有人讲你，南边有人讲你，北边有人讲你，也不受影响，完全能够自在，这是就是清净的。
有人想劝阻他的朋友不要再当水手，水手就是在船上工作的。那么这个人就问他，你的父亲是怎么死的？这个水手就讲，死在一次的海难中。那你的祖父又是怎么样子死的？他说，因为啊，也死在海里，海上黄空吹翻了船，夺去了我祖父的生命。这个天哪，水手的朋友说，那你为什么还要当水手呢？去海上远航。水手就问，反问，你父亲死在哪里？他说，死在床上。你祖父死在哪里？他说，也死在床上。那么这个水手就反问他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天天睡在床上？这个道理很简单啊，道理很简单。你想开了，想开了，你就清净，心也不受影响。当然，这个生死是大事，生死是大事。啊，家里亲人走了，是大事，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但是亲人走了，人不是早走就是晚走，人就像打电话，不是你挂就是我挂，不是你挂就是我挂。像师尊也是一样啊，啊，师尊七十几了，啊，人家讲我是趋训老翁，趋训老翁，我不感觉到，我还是这样子啊。啊，说不定八训老翁。我还是这样子，我不知道能不能活八十岁，我不敢讲，不敢讲，因为我天天睡在床上，我天天睡在床上，也不一定什么时候走，我不敢讲说我什么时候会走，当然不敢讲，对不对？因为无常是随时到来，你如果看得透啊，看得透，生死也不过是一回事。死就是生啊，生就是死啊，生就是生就是将来会死啊。那么死呢，就是你现在生啊，将来就一定会死啊。啊，死了以后哎，将来也会生啊。所以没有什么可怕的嘛，对不对？死有什么好可怕？就死前的痛苦少一点。那个才是真正好的死，叫做善事，啊，善事很好的死，叫做善事。佛教是讲善事，就是很好的死，没有什么痛苦，啊，几天，那就走，非常好，那值得恭喜啊，这没有什么嘛。在我们这个开悟的眼中，生死不算一回事的，不算是。像啊，我不能诅咒我的亲人，说他们怎么样。不管他们怎么样，我还是过我的。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心，就 OK 的。有一个医生啊，这个有一个病人对医生讲，我耳朵聋，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甚至连自己的咳嗽声都听不到了。医生就给他开了药方，这个药你拿去吧，一天三次，吃完了以后
你可以听得到你自己的咳嗽声。那个病人问，我吃了这个药以后听觉能恢复吗？医生说不是，我是使你的咳嗽声更响一些。这个也有反过来，反过来，反过去，反过来，反过去。有时候你担心也没有用，啊，担心你的身体也没有用，不如不担心，你就跟病做朋友。啊，病就是我老人家的朋友，老了他一定有病。啊，有病你就跟病做朋友，啊，每天呢，跟病好好的在一起，啊，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要沮丧，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我母亲以前跟我讲了一句话，我说哎，这个妈妈你的这个记忆力为什么越来越差？我母亲常常讲，你老了你就知道。哎，妈妈你最近呢，啊，我觉得你走路好像慢了一点。我母亲都是这样讲，你老了你就知道。哎，的确你老了你什么都会知道。以后呢，你懂得佛法了，生老病死苦都是正常现象，大家忍一忍啊，有病的忍一忍，很快就过去了。啊，世尊也是很快就过去了，并不是讲大家过就过去。虽然医生你的谁啊，这个你的病，那医生也有办法可以治你的病，但是没有永远的痊愈，不会有永远的痊愈。以前那个人讲说，你会感冒吗？一个医生问我，你会感冒吗？我说会啊。会好吗？会啊。那你好了以后还 会不会感冒啊？会啊。那医生讲，这就对了，因为我们当医生就是要靠你感冒来赚你的钱，啊，靠你生病才能够养活我们呢，啊。我一次就把你治好了，那我还吃什么啊？对不对？啊，师尊一次给你拍背啊，你就永远都好了，至少也要轮来轮去嘛，这样我生意才会好啊。啊，不是问了一件事情啊，有的人来问事，师尊啊，我问了这件事情以后啊。以后什么事都好了吗？我说你问了这一次以后啊，你当然会好，但是我后面那一句没有讲，你毛病还会再来。一样的道理，看透了这些人生啊，你就清净了，你就能够清净了。你不看透这些人生啊，你不会有定力的。有定力，有清净心，有无后心。人本来就是佛。我跟大家讲一句啊，白莲花王要到香港传，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无后光明论》，这是开悟的才能够这样子讲。根本就没有
污秽，根本就没有污垢。你们觉得奇怪吧？没有。哦，这个人很脏，你会讲说，哎，这个人很脏。有的是讲说，他的看起来就脏，看起来就脏。啊，他的心灵很脏，表面上你看不出来，但是他的心灵很脏。但事实上，不管他外表的脏还是内在的脏，都不脏，叫无垢。为什么会这样？你们想一想，你想通了，你才能够开悟。为什么这世间上无垢，无垢，而且都是光明？有人来问事，他的口臭很严重，一进来，他在站在门口，我已经闻到他的口臭味道，哇，好严重，吓死我了，这个我都闭住呼吸。然后跟他问事，嗯，还有的人哦，他脱了鞋进我家，香港讲严重，啊，他还穿着袜子，一进来，哇，真的是满是芬芳啊，啊，芬芳洋溢的那一种味道都出来了，我赶快拿香水起来，去去去。他走了以后就赶快撒一些香水。但是师尊老实告诉大家，无垢，没有污秽，口臭也不是臭，香港脚的臭也不是臭，还有体味。你知道人有是有体味的，人有体味的。有些人进来，哇，天哪，一个女生怎么狐臭味那么重啊？哇，我整个狐臭我们也是受不了。但事实上，你开悟的人要知道，没有口臭，没有香港脚的臭，也没有狐臭。完全都没有。为什么会这样？想一想，先生跟太太吵架，先生气得离家出走，太太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先生说如果回来的话是孙子。后来走了以后呢，没地方去，又回来了。回来跟他太太讲：“奶奶，我回来了。”这先生倒是蛮有诚信的，有诚信，有他讲过的话他都记得啊。如果我回来就是孙子，回来跟他太太讲：“奶奶，我回来了。”这个先生啊，算是不错的。算是很好，啊，一切学。小明告诉妈妈，老师奖励我，我说三条，别的同学都说四条，因为我的答案最接近正确的。啊，老师还鼓励他，这个小明，鸵鸟有几条腿？鸵鸟几条腿啊？两条。哎，他讲三条还是不错的，啊，最接近的。
同学都讲四条，我还以为四条才是正确，原来真的是三条才是正确。哎，不是三条，是两条。不过我告诉你，不管几条，不管几条，我告诉大家一个正确、一个开悟的答案。老师问你，鸵鸟有几条腿？你根本不用回答他，你不要回答他，怎么回事？无后光明论，你要产生你的慧眼，你的智慧的眼睛，你的意念的清净，清净的心，产生清净的心，无后心。你到达无后的时候，到达无后的时候，你的光明显现出，光明才会完全显现。那么是你身体无后了，还是你的心灵无后了？其实都不是。我常常跟大家讲一句话：你到了月球，月球有没有人？应该证明是没有人吧，对不对？月球没有人。那么在月球，什么是分的？什么是数的？什么是清净的？什么是污垢的、污秽的？什么是男？什么是女？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魔？什么是佛？我请问诸位，在月球上有所谓的善跟恶吗？有佛法、有魔法吗？有分有数吗？有是有非吗？没有，这个是无后。再讲下去大家都开悟了，所以不讲。再来，无脑心，没有烦恼的心。哎，好像刚刚已经几排了是吗？已经讲了50分了，56分了、哦、没有关系，没有时间观念。告诉大家，时间是人定出来的，原本上就没有时间。70几岁是人定出来的，时间，所以您不是问题，啊，郑鼎新听到没？年龄不是问题，几多岁呀？70，我还赢过你呢。我还赢过你呢，年龄不是问题，时间不是问题，继续讲吧。
有两个人喝醉了，被警察抓到，有人问警官你怎么知道他醉了呢？警官他就讲，他们其中一个正在扔钞票，把钞票啊，自己身上的钞票拿起来，一张一张这样子乱扔。那个人问另一个人呢，警官讲，这个人把钞票捡起来再还给那个人。所以两个人都醉了，两个人都是醉的。所以这个警官很厉害，他观察入微，两个人都醉了才会做这种事情，或者正常人不会做这种事情。然后我们都是正常人，但是也都是醉了。我为什么讲说你大家都醉了？因为大家都不正常。所谓正常人就不是正常人，因为不是正常人才是正常人。啊，听得懂吗？这《金刚经》里面的话，所谓众生就不是众生，因为不是众生才是众生。这是开悟的话，这是开悟的话。这个太太对先生讲，人一老了话就多，像世尊一老了在法座上就讲了超过了。那个先生就回答，那你应该从来没有年轻过。这话中有话，你看要听清楚哦，话中有话，你从来 没有年轻过。这太太都是太唠叨了，他们除了跳排舞以外都是在运动嘴巴。哎，你不要看了，跳排舞当然不能随便讲话，跳排舞就要很认真的跳啊。但是他们只要跳排舞十分钟，但是讲话五十分钟。师母告诉我的啊，他说他们昨天，我说哎，你们练习排舞一个小时啊？他说没有了，才跳十分钟。那以后那五十分钟呢，都是在运动嘴巴。人一老话就多了，师尊也是一样啊，话讲得很多。告诉大家，无恼心很重要，没有烦恼的心很重要。你今天你为了人事问题，你不喜欢哪一个人，就你就不是那个人有烦恼，是你自己有烦恼。你今天觉得这个团体不好，不是这个团体有烦恼，而是你自己有烦恼。你今天离开这个团体，那个团体一点也无所谓，问题是你的烦恼还是带着离开了这个团体。所以烦恼本来是没有的，烦恼完全是自己找的，烦恼本来就是自己找的。不要因为人家的一个眼神你就生烦恼，不要因为人家的一句话你就生烦恼，不要因为一个人有什么动作你就生烦恼，不要因为很多很多的因素你就生烦恼，不要。当你明白了
人间是什么，你就不会再有烦恼的心了，这个叫做无恼心啊。今天跟大家讲到这里，我妈的跟你们非常感谢根本传承上师宝贵的法语开示，请唱诵组准备。雷藏师有以下法务活动向大家报告：明天11月8日星期日下午3点，圣尊将在彩虹雷藏寺主持瑶池金母护摩法会，持受瑶池金母法灌顶及讲授大圆满九次第法。11月21日星期六下午3点，圣尊将在台湾雷藏寺主持瑶池金母护摩大法会，持受瑶池金母本尊法、金母八大法、水供法、金母马上有钱法、替身法灌顶及讲授大圆满九次第法。法会现场有中英语网络直播，欢迎大家踊跃护持参加法会，详情请参看真佛宗官方网站 tbsn.org 查询。请唱诵组带领大家唱诵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请新皈依者到坛城前长跪，恭请圣尊为新皈依者做皈依灌顶。圣尊加持大悲咒水，即为佛像开光。莲生西地红，西地红，红咕噜，莲生西地红。Om Guru Lian Sheng Shi Di Hong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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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Di Hong Om Guru Lian Sheng Shi Di Hong Om
莲生喜地红。请大家起立做大礼拜。礼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Om Ah Hum，不能够跪的可以站着观想顶礼。二拜诸菩萨Om Ah Hum。三拜诸护法金刚Om Ah Hum。四平等一起手，同修会圆满吉祥结束了。感谢根本传承上师的大加持，谢谢师母、诸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贵宾、同门善信大德的护持，谢谢大家，阿弥陀佛。We now conclude this live broadcast. Thank you for viewing. 由于现在外面下雨，所以呢，请大家要合作，我们排队，请大家排队要排成一个 S 的形。